里又拿出来吧，开始折一下吧。月底。折断。不是刚刚说现在才折吗？啊，现在已经都折好了。好，来，有没有拿到荧光棒小礼物？有哈，因为呢，接下来呢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中正国中的演唱会。啊，因为呢，接下来呢，现在最有名的演唱会就是五月天。大家都知道，五月天最有名的歌曲叫做。啊，很多嘛。有什么？啊？哪一首？可以点歌，可以点歌，真的，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点歌。那听什么歌？什么？什么？放肆？没有。对啊。啊，什么？恋爱ING？有。还有吗？什么？太新的歌，那个我们石老师说太新的歌他不会唱，啊，要揪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啊，离开地球表面很好，有。志明与春娇有，还有吗？离开地球表面。什么？你说那一首啊？不好意思，没有了。明年好不好？明年啊！而且呢，五月天里面最有名的主唱叫做阿信，可是呢，我们中正呢最有名的主唱叫做石老师，不是，他不叫石老师啊，叫阿石啊。阿石啊，对，人家叫阿信，当然叫阿石了，对不对？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。下次我会准备长一点，大一点哈。Thank you.
曲。